在 Google 地图上也在排队，还可以摆 pose 的日本拉面店，看着刚出炉的叉烧肉，那油亮软嫩的触感，轻轻一夹就肉肉分离。再嗦上一口面哦，这是我来大阪第一天的晚餐。太卡后爱黑梅森，这家位于日本大阪的 Jinri Minamenri 超高人气，每天都排队哦。店内的空间非常干净宽敞，还有很多日本人哦。他们家有三种口味，一般酱油拉面和マクロ浓厚酱油口味，以及汤头比较甘甜，加入贝类的マクロ淡酱油口味。但是这家最吸引人的、就是那酱色油亮到极致，完全就是台湾控吧的烧肉。看师傅从锅里夹出来，我好想直接大咬一口啊！第一次尝试的朋友、建议可以点一般酱油拉面或是マクロ的口味，汤头会比较没有像マクロ那么重咸哦。面条较粗有弹性，再配上一口软嫩到轰炸的超厚烧肉，那油脂是肥到极致，脂肪是在口中爆炸。肉肉控的你，这家绝对要收藏，你一定不会失望。